欢迎来到 MG 梦客的频道。我们现在呢，身骑野猪，手拿武士刀，很帅帅哦。哇，木质十字架。哇，这是啥？哇，新的武器，很好，这是更新过后的东西，应该是。其实主播之前就玩过了，只是最近更新了。哇，这木质十字架不用不知道，一用吓一跳。直接进去。只要没有障碍物，斜着视角都可以，很好。这野猪也是非常的快，很像野马这样，让我想到台语的一首歌。我身骑白马，护盾释放冲击波，这样子我可以提醒我们护盾坏了，要停下，不要太猛。我拿武士刀这次进场，而且这个还两滴水罢了，超便宜。强力分割者，哎，我们拿一下，算是收集一下。哎呀，被自己的那个什么随从拿掉了，素颜相机。OK， 我们直接往下冲。冲啊！只要我骑住这头猪。哇，这样让我猪受伤。哇，我受伤，真疼。哇，我的野猪剩一点点血，不能再带它去危险地带。来来了，打 boss， 我期待已久的 boss， 哇！野猪竟然会刷新生命，两把刀砍尽天价，叫我战士无双塞子。后来我们继续战。哇，我的生命在这边空旷的地方，我告诉大家，不用五四三的去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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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，训练两次吗？别管他，竟然还有叫教官的东西，训练自己的随从。这木质十字架消失，变不见之处，而且还超便宜，我一定要拿到一把强力武器。能量弹药水，手里剑 pass， 这是一个什么想法？我的，谁触碰了？谁触犯到的？我们武士刀先放在这边，我们等下回来再拿。猪也是放在这边，不然等下忘记。我们生命要水回来再吃。来了，大家遇到不懂是什么 boss， 哥布林祭司，哈哈哈。
哥布林技师这个。一直电他就没事了嘛，哥布林技师。大家都是大法师，怕个鬼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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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大哥别杀我，大哥大哥别杀我！哎呦呦呦呦呦！等一回，看我这个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别死别死别死！幸好我还留有一罐补命药水。Rainbow 是 what？没用的 Rainbow， 这个也是没有用了。说手里剑拿回最原本的东西，骑着我们野猪冲刺，迈向另一个次元，击杀敌人恢复能量。之后我拿一个超变态武器。我们现在金币有62了，大家不怕。一进去自借十字架，让我们超度这些咕噜兵吧。太对不起你们了。训练吧，这些 ，no 的随从。随从的生命看不到，这是最可惜的。哇，竟然把我猪打到残血！哎呀哎呀，大家大哥，卖安利啊卖安利啊，超度你们！哼。还跟我543，要不是哥让你们的节奏，你们哪里可能碰得到哥一滴血呢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地下水300。哎呀，我们没有这样多钱，328，这是天价。这东西我们刚刚是拿到哦钱，没有再跟你543的啦。哎，大哥大哥别杀我，我要死了。十字架太疼了吗？这是你们的克星啊，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大家今天有可能我就带着我这个骑士破三关了，先杀12等，大哥我有法杖不用，难道我是傻傻吗？火之杖换来一个这么强的法杖，这是加速度的吧？诶，不是，诶，我想到一个玩法，我们把中间的箱子打掉，这样子我就能随意释放我的价值了，看到了没有？冲！没有再给你543的啦！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这木架子是前所未有的强啊！没有再给你543的啦！攻 plus 6-15。哇，超大件！我们这样站住，看他可以射多远。中！
酷哦！公 Plus 也太帅了吧！可是我可没有心情去玩这个射日神功啊，我还有，我还有一个大业要去完成。我要单变天下无敌手，我要带住我这个法杖，哇，竟然有爆炸丸！爆炸者全部伤害，超度你，没有再跟你无视上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哼，我还有坐骑，我不需要买，这次更新的东西还真多，这样更新了坐骑，没有再跟你五四三的啦，超度你们，这变态神器，僵住的我。拿下胜利，我们原先轨道枪我们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要用，哇，蛮帅的，我们拿来打一场，武士刀可丢，哇，这伤害没水了，这伤害不要说有多好，可是这也是我们测试我们的武士刀，我们的武士刀还是最重要的，我必须要斩尽一切，什么结束时宝石奖励更多，我难道会选这种什么商店打五折结束时宝石奖励更多吗？不会，我会选宝石奖励更多。我们啊还是要学会面对现实啊，这一关打不完我们就去打下一次嘛，可是宝石要赚啊，你没有宝石你怎么升你的英雄啊，是不是听着就很有道理，好不好？他们到底强壮在哪？我根本不知道。镰刀，他还是没有武士刀快啊！超度你们！超度你们！没有再跟你玩过家家的啦！雾乃西藏灵雾道师，本是同根生。相见何太急，闸门抽抽看，冰之杖，等下如果有的重做的话，我会拿这个冰之杖去重做。偷渡他们，PKP 加特林，嘟嘟嘟嘟，浪费钱的玩具。竟然要我买多多个坐骑，好奸诈。
我好想现在马上去找到一个可以重做法杖的地方。竖琴者，要不是我没有钱，我也会买来收集一下我的枪具收集。超度你们，没有跟你们在五四三了啦，还想跑跑跑？人家大法师，你竟然没有攻击人家，当人家吃素的吗？我真的是吃素的，进去不说就是。哎，这个随从，哎，随从，随从，随从，先躲一躲，先躲一躲。超度你，没有跟你在五四三呢。哼，谁跟你在五四三？超度你就一个字，这么简单。遇到机器人，鳞片收一收，轰炸机居然在这边。没有屁用的轰炸机，到最后这边还没有重铸武器的那个什么东西吗？护甲加一蓄力更快，元素效果，子弹暴击造成双倍伤害，个鬼！俺不需要。哼，俺仗剑。啊！你们上，好疼！大哥，我的野猪，哇，我们细腻细腻的打了，我发现要破三关了，梦幻。用了量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直接给我打没，打没打没，工程师雕像是什么用？哇，不错啊！我们带着这个炸弹，保卫自己，人人有责。身为法师。简直占尽天时地人和合啊！被堵到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有走动，尽量，很容易就没有命的、啊。我们来砍砍这个东西，这样砍不爆，这样我们就去下一关找一个饮料、药水或者加命的东西。总之，我们现在要加血。哎呦，有蚊子！我跟你讲，机器人这关真的是很烦，他们伤害又高。哇，生命大补血。这个是什么？光剑绿，哇，不能浪费钱在这边，不然我也想买。看一下看电视，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拿到，这不是打广告，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拿到我们要的恢复大药水。这是以小时候看的戏《那鲁多》。
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不知道竟然出游戏了，游戏应该比较不好玩吧？因为我有玩过《海贼王》电脑版游戏。哇，死鱼！难道我可以吃了？个鬼！我们再去打一场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生命大药水。我们要很狗。大哥，大哥！哎哎哎哎哎！大哥，让我歇歇一会嘛。我们先去吃一罐药水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又要扣生命了。呼，呼哈呼呼，哈哈哈哈哈！没人能再阻挡我王者道路。好中了。哇，我们应该从这边买。哇，这群人突然蹦个出来，我真的是，这地图还真大。肉，战斧，好想买恢复大药水。其实我不了解恢复大药水和生命大药水有什么差别。大家可以跟我说说吗？我们不改进，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配置了，就像当初我拿出激光鱼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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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，大哥别来嘛！哇，竟然就这么死了！不能，我要复活！个鬼！这啥？嗨，距离终点我们只有两步之遥。好后悔，我们开个保险箱，保险箱的用途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拿。为什么曼陀罗它不能？难道要浇水？曼陀罗花还没有死。发现曼陀罗花，不要吧，这是我们曼陀罗，很贵的好吗？魔法碎片蓝，什么种子藤蔓，买一下，生物质也买一下，萝卜，魔法碎片层，买一下，竟然要20000研发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的。无尽生命药水。
材料竟然不足。这是范围性伤害吗？这个胡萝卜我们拿去喂一喂那个熊吧，胡萝卜应该没有什么用的。我们来帮它浇点水。等下我们的小枪枪呢？以前的我走在这片大路上，全部的东西都被为我打开，现在的我，唉，英雄不提当年勇。京都吧，所以今天游戏就到这里啊！今天就是精彩的讲解了我的受耐的实力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再给你们看看我的英雄即兴。我的英雄良心罢了，根本就是初始英雄打到尾，唉。之后我还会拍我受耐的精彩视频，可是大家要多多支持，大家要支持了我才会拍，嗯，是这样。我是肥仔，谢谢收看孟鹤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